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80页，倒数第三行，从第二个字看起，可见凡夫业种，临终之际更多颠倒，复以四大苦悲痛不可言。何能正念持名？不能持名，何得往生？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接着往下面看，故知凡夫往生，非凭自力。这个认知非常重要。完全靠阿弥陀佛的加持，是全仗弥陀大愿加庇，令不颠倒，实能往生也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对于阿弥陀佛就产生感恩的心。不是他的威神加持，是没有办法往生的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不晓得。所以一定要他来接引。我们真信、真愿、一心念佛就能感动。我们有感动，他那里就有应，是感应道交。这才得到真正价值。所以认知非常重要。认知越深刻，我们的信心就越坚定。信心是从认识里面得来的。那现在呢，这个世界问题最严重的是信心没有了，这个是真的是危机，所有一切的麻烦都从这儿生的。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对父母没有信心，对祖宗没有信心，老板对员工没有信心，员工对老板没有信心，这怎么得了？现在全世界差不多都是这个状况。那要怎样才能恢复信心？一定要有教育。现在的教育不容易。如何把宇宙人生的
理事因果性相讲透彻讲明白，信心才能恢复。啊，从前人信心很容易，为什么？从小就教好了。啊，我们疏忽了传统文化200年，这200年确实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200年有7、8代啊。啊，到现在的信心彻底崩溃了，全世界都是如此。啊，这是我们担忧的事情。可是能不能恢复呢？难。一定要靠国家。啊，国家掌握了这个工具，这个工具就是电视台。啊，卫星电视台跟网络。利用这种工具，能够有20、30个好老师，天天讲，不停地讲。24小时播放，我相信半年、1年信心就恢复了，危机就化解了。啊，恢复对中国传统文化那个人他的爱心，就像《弟子规》上所说的，凡是人皆须爱。啊，不但呢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族群，爱你的国家，爱你的民族，爱全世界。如果对阿弥陀佛认识了，那可不得了了。你那个爱呀，是遍法界虚空界。啊，一切有情无情无情众生全包括在里头，像华严经上所说的，情与无情同源种子。啊，爱心是自性里头的第一德。啊，万善万德都是从这一个德里头生出来的。啊，佛说他能生能现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人人皆有，个个不无，只是你迷了，你不知道有这个得了。啊，佛陀的教育不是别的，开发自信心得而已。啊，所以佛法到最后大圆满的时候说归无所得。啊，究竟涅槃归无所得。啊，为什么说无所得呢？因为一切都是本有的，不是新得来的，只是恢复而已。以前迷了不知道有，哎，现在知道有，通通现前了，起作用了。啊，这个起作用就是爱心变法界。啊，善意满人间。啊，比如大得多啊，如局限在人道啊，设法界人道啊。啊，阿弥陀佛是变设法界。啊，没有一道的众生不爱呀！啊，为什么？他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，啊，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啊，所以有这种大德大能，啊，我们丢失了传统，丢失了佛法200年。现在恢复起来，就幸好有这么好的工具。要没有这么好的工具，那真难了。
啊，到哪里去找那么多好老师？啊，现在好老师只要找到啊20个、30个就行了。利用这个工具，每一天教化全世界的人民。啊，一年决定收到想象不到的效果。这世界上人都变好了，都回头了。啊，人跟人互相信任的心产生了。啊，五常信德是根本。从这个根本就能够出生仁义礼智。啊，从仁一扩展就是智。从智再扩展就是礼。离再扩展就是义，义再扩展就是人。信的是基础啊，相信自己本心本善，相信自己可以做圣贤，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佛菩萨。那我们实在做不到了，是做念佛，信愿念佛，这个不难。这个的往生呢，他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有极乐世界。我想去，真能去得了。阿弥陀佛真的来接引我。啊，具足这个信心，没有丝毫怀疑。你就决定得生。下面举圆中钞里面一段话说，圆中钞优希大师的，他说娑婆众生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众生，虽能念佛了，浩浩见思实为佛断，浩浩是像大海一样，这是比喻。深广无际，这什么东西？见思烦恼，烦恼没断呢。啊，而能垂宗心不颠倒者啊，我们信愿持名，守住这四个字，认真去修学啊，只要这个思路分明没错，放下万缘啊，一心向往，那就叫不颠倒，这个心就不颠倒。虽然做到这样的功夫，我们要对阿弥陀佛感恩，如果不得阿弥陀佛加持，我们做不到。你看多少人收获了求佛加持，念了多少年，真肯用功啊，没有得到心不颠倒，这个境界不能显现。这个意思跟印光法师在文钞里头常说的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的十分利益我们对自己沉浸心不够，
对佛法的诚心心不够，对释迦弥陀的诚心心不够，所以心不颠倒的境界不能现前。什么叫心不颠倒？简单的说，就是这个心呢，只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那就是心不颠倒了。你这个心还会生烦恼，就生烦恼就颠倒了。啊，生智慧就不颠倒啊。啊，这个是最简单的解释。啊，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测验自己的心是颠倒还是不颠倒。啊，你是生智慧还是生烦恼？啊，那生烦恼怎么办呢？念佛。远离烦恼。啊，宗门大德有所谓，不怕念持起，就怕觉迟。啊，念是妄念，就是烦恼。烦恼起来不怕它，啊，知道什么？那是习气，无始以来的习气，哪有那么容易断呢？所以起烦恼是正常的，要觉得快。念头才起，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，把那个烦恼转变了，转成阿弥陀佛了，这就叫觉，这就叫不颠倒。啊，要转得快，不能转得快呢，那个烦恼一个接着一个，烦恼就起作用了。觉得快呀，烦恼才起来，就变成阿弥陀佛，它不起作用。这叫功夫啊，这叫修行。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尤其是处事待人之处，啊，看自己的功夫，看自己的境界，啊，游戏大师真的说得好，完全说的是我们的话，云非自立而能主持，这个主持当作主宰讲，自己做不了主。啊，功夫到这个地方呢，一定晓得权杖弥陀而来拔起，虽非正念而能正念，得阿弥陀佛，这个得阿弥陀佛的力量大了，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得到。啊，真正对无量寿经下了功夫，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那么无量寿经注解至少要念从头到尾念30遍的，有一点影响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得力呢？至少要100遍。啊，从头到尾100遍读下来了，听下来了，你的功夫得力。啊，每一天至少要10个小时以上，这就是常时熏修。功夫就能得力，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？这样长的时间，我们的烦恼自自然然就收敛了，啊，自自然然就不会向外扩张了，扶住了，啊，100遍扶烦恼，
有把握往生。如果要想到开悟呢，那是古人的标准，不能打折扣。一千遍，度数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这一本《无量寿经》带注解，你念一千遍，纵然不能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可以保证你开大。啊，彻悟就成佛了，大悟是菩萨了。你成不了佛，你成菩萨果位了。啊，一门深入，不能搞第二门。搞第二门是，你的心力、精神分散了，力量不能集中。啊，你没有法子，这跟打仗一样。力量要完全集中在一点，才容易突破。啊，分散之后就不行了。啊，这是东方的古人跟西方人呢，做学问的智慧理念不相同。啊，西方人着重在知识，他也要集中。啊，集中到某一个程度，他就行了，他就那效果就达到了。东方人要明心见性。啊，要真正集中到一点。一点都不能分散，啊，才能够进入这个境界。我们看大乘教讲定功啊，大乘51个阶级，啊，从凡夫学，在像读书一样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。啊，毕业呢，52年级毕业。啊，怎么分的呢？从定功分的。啊，定功有浅深，有大小不等。啊，到第52啊，是见性的，自性本定。啊，自性本定显现了，这就是成佛了。啊，佛法修学圆满的境界，成佛就是见性，见性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界他方一切通达明了。再没有迷惑了。啊，这个境界里头不可思议，确确实实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很广，很不容易了解。啊，一般人听到有个模糊概念，那也是不可思议。啊，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在经上佛给我举了个例子。啊，讲到物质最小的，极微色，这物质是最小的，小到不能再小了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发现了，我们也不能不赞叹。啊，研究物理学家的，把物质的根源找到。
啊，最小的物质，现在科学家叫它是微中子，佛法里面叫极微智慧，也叫极微色。佛说这个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科学家找到这个东西，微中子，再分真的没有了，物质不见了。啊，看到是什么现象呢？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于是科学家恍然大悟，物质从哪来？从念头来的。啊，意念是物质的基础，是物质的根本。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。啊，你看近代科学家发现，可是佛经上有。佛经怎么说呢？色有心生。色，佛法佛经里讲的色就是物质现象。啊，心是精神现象。啊，物有心生。就是色有心生。或者说相有心生。都是一个意思。色相是从念头生的。啊，所以这一个发现让科学家的时候恍然大悟。得到什么一个结论？念头可以控制物质。因为物质是由念头生的，念头可以主宰物质。这个定律出来了。这是科学里头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革命。啊，那么今天地球出问题了。我们这个社会人出了问题了。人身体是物质。用意念可以把它修正。啊，这科学找到这根据了。佛法里常常有，我们没懂，看了几十年没看懂。今天得到科学家这个说法，我们恍然大悟。啊，念头正，我们身心健康；念头邪，念头恶，我们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啊，物质下组成身体这个是细胞啊，细胞就会感染病毒啊，是你的念头不正才会感染，念头正，感染病毒的细胞自然会恢复健康，那病毒就没有了。你不必去治疗，那自然就好了，真的管用啊！现在这些科学家就收集这些证据，啊，证明这个观念、这个理论是正确的，啊，那就变成正式的科学。现在叫前卫科学啊，因为没有得到全世界所有这科学家的承认啊，只是一部分承认，还有一部分人不相信啊。那么对于外面环境也能用这个方法啊。日本江本胜博士告诉我，他做了一次实验。日本有个大湖，琵琶湖，啊，这非常有名。日本第一大湖，像大海一样，面积很大。啊，港湾里面，啊，港湾里面的水呀，死水，
它不流的，那个水就在那里，水流过对不对？这个干湾的水20多年来脏乱，气味难闻啊，他就做实验，带了300多个人，找了一个老和尚90多岁啊，带着那个这些人呢，就在这个干湾上做祈祷1个小时啊，告诉大家这1个小时呢，把所有念头都放下，不要想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就念一句话，湖水干净了，就念这么句啊，湖水干净了，湖水干净了。300多个人在老和尚领导之下念了1个小时，到第3天呢，湖水真干净了啊，脏乱没有了，那个味道没有了，保持了半年。对，念头可以改变外面环境呢，这个实验的意义很大了。我跟江本说，我说你啊，每一年去做4次，春夏秋冬，每一季去做1次，这水就永远干净。啊，他是做1次保持6个月。啊，这个证明大家要能承认，火山地震可以做实验。啊，让火山不要爆发。啊，让大地不要动摇。啊，我们意念来控制。啊，地球上这些灾难都能化解。啊，人的身体能恢复正常，恢复健康。啊，正常的人不会发动战争，发动战争头脑都不正常。啊，一个头脑正常，充满了爱心，他怎么会杀生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中国圣贤的智慧教诲跟佛法一样也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我们今天丧失信心，社会搞成这样子，原因是什么？不读书之过。这个书是讲古人的书，老祖宗东西我们没去念的，变成这样啊，人人都要学老祖宗的教诲，唐朝时候贞观开元之治就这么来的啊，前清历代的帝王没有一个不读圣贤书啊，大概不读圣贤书的只有慈禧太后啊。啊，她一管理国家，把国家搞糟了。啊，这个人罪过可大了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要恢复社会秩序，化解地球灾难。啊，英国人汤恩比博士说得好，他说：“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孔孟学说在中国，大乘佛法也在中国。”
这两样东西可以救世界。啊，代表祖宗智慧理念的啊，还加上方法，就是群书之要。代表大乘佛法的，给诸位说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。啊，就够了。这个书好好的学习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可以做得到。这个平天下的意思，就是今天所说的与全世界所有国家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平天下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整个世界是一家了。啊，不但如此，还有更殊胜的，自己想到极乐世界去，能去得了啊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下面说，故得心不颠倒啊，即得往生，完全靠佛力加持，正住小本唐椅与北华念经，此意一心，就更为显明。啊，小本唐椅是玄奘大师翻的《阿弥陀经》啊，《弥陀经》两个一本，现在大多数人所念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一本啊，另外一个本子是玄奘大师翻译的，很少人念啊，不流行啊，这就说明罗什大师跟我们特别有缘分，喜欢读他的翻译东西。啊，罗什是意义，意思完全是佛所说的，文句完全用中国人。所以中国人看得特别欢喜，特别亲切。啊，玄奘大师翻译的，从梵文直接翻译下来，所以很多文法上我们中国人不太习惯。啊，所以他的本子没法子流通。啊，翻译的是好。啊。修净土，特别是讲解《弥陀经》，可以做参考。那么，小本唐仪这个经题叫《称赞净土佛是寿经》啊，就是《阿弥陀经》。这里头有一段文书：“临命总是无量寿佛。”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，前后围绕，来助其前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这个末后两句很重要。
你怎么会得到心不颠倒？心不乱就是心不颠倒，你怎么得到的？是佛慈悲加持保佑你，你才能得到。啊，这个意思太明显了。可见呢，凡夫临终心不颠倒，亦不散乱，正念持名者，全因弥陀慈悲加佑之力。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，能不感恩阿弥陀佛？如何表现我们感恩？那就得这三桩事情从真实心中做。我相信，真心相信，我愿生，我真心愿生，我念佛，用真心念佛。啊，信、愿、行，都要用真实心中做，这就是感恩。啊，这样的人呢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学大乘的人一定要知道啊，这六道轮回是假的。十法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真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不但我要超越六道啊，我还要超越十法界。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不在六道里头，也不在十法界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圆满的超越了。毫不费力的超越了。啊，真正超越那一刹那，你自己不知不觉。啊，阿弥陀佛接引你，把你带走了。永远脱离了十法界。这是玄奘大师译本里头说的。又《悲华经》曰：“啊，这部经上也讲到净土，经上说，临终之时，我与大众围绕，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。”啊，阿弥陀佛与大众，这个大众就是诸菩萨、诸阿罗汉，啊，围绕啊，现其人前，这个其人就是念佛往生的人，他看到了，其人见我，介于我前呢，得心欢喜。啊，当然，临终见到佛，佛来接引。啊，这个时候的欢喜心呢，可想而知。以见我故啊，立诸障碍啊，即便舍身来生我界。啊，这个话讲得很清楚。啊，舍身是我们现在这个身。丢掉了啊！这个身是从阿赖耶来的，是生灭法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舍身就换这个身啊，换的是
法性身，法性身不生不灭，我们能体会得到往生的时候莲花化身，着重那个化，莲花从哪里来的？这又要感谢阿弥陀佛。莲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莲花的缘是我们自己的发心。我们自己不发心，没有这朵莲花。我们真正发心，求生极乐世界，七宝莲池就长一枝莲花。因是弥陀本愿，我们是缘。我们发这个心，出了一个莲花苞。这个幸愿持名，功力越强，念得越多，这个花就长大，颜色就越美。临命终时，佛用这朵花，这花上有名字，不会错误的。佛用这枝花来接引你，花张开，你坐到莲花里面，一入莲花，你的身体开始变化了，花一合，就完全变成了法性身，这个肉身丢掉了，不要了，不但身换了，心也换了。为什么？现在我们用的心，是阿赖耶的心意识，阿赖耶的种子，习气种子，莫那的执着，第六意识的分别，我们用的是这个心，这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在莲花里面呢，完全转变了，转识成智啊。完全转变了，这是见佛就产生这个现象，立诸障壑，这个壑是障碍，就是一切障碍你都离开了，这就是舍身。来生我界，这个我界就是极乐世界。又说愿愿，所有众生呢，若闻我身，这个身是名身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阿弥陀佛，都行。四字六字都可以，发愿于生我世界者，这一句话很重要，一定要真正发愿求生极乐世界。才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。示诸众生临命终时，悉令见我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我于二时入无依三昧，以三昧力故，
在于其前而为说法，一闻法故，寻得断除一切苦恼，心大欢喜，其心喜故，得保真三昧。以三昧力故，令心得念，皆无生人，命中之后必生我界。底下的两句话是念老说的，世间所显，《悲华经》里所说的，他离妙用，迷为明显。啊，比《无量寿经》跟《小本经》说得更清楚，啊，说得更明白。这个里头有个名相，包天三昧。啊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一点有个注解啊，在佛学大字典里面揭露下来的啊，这个注解自己看就可以了。啊，包天是珍宝充满的意思，啊，经论上啊，再再显明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不只说过一遍，专门介绍净土。三经一论，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说。那么佛通常讲大乘经，附带介绍净土的，将近200多种。啊，这就是说明，佛对于介绍净土是不遗余力。啊，常常提醒大家，这个法门殊胜。这个法门微妙，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。啊，对他认识不清楚，总是有怀疑，怀疑造成了这一生不能认真学习，不能往生，造成重大的障碍，无比的损失。称赞净土经是本经的小本，玄奘大师翻译的啊，简称为称赞净土经。那悲华经说弥陀因地及极乐世界啊，这里面讲的很多啊，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他怎么样修行啊，以及修成之后，啊，怎么样建成的极乐世界？啊，君民必佛临终戒引，摄受众生的殊胜愿力，啊，证明第十九愿、第二十愿。真实不虚，可见弥陀愿望，愿望是对48愿的尊称，殊胜到极处啊！啊，妙德难思，大恩大利不可称量。啊，这是学佛人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知恩报恩，不知恩怎么会报恩？
如何能够知恩报恩？事实真相全搞清楚了，就知恩。然后什么样的怨恨都能化解。啊，报恩的心呢，就升起来。如果一个人真正彻底通达明了六道轮回是怎么回事情，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，这些缘起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了，你一定会像大乘经里面所说割离王各界身体，那是冤的。你会用什么态度呢？你会用忍辱仙人的态度来处置，不但没有怨恨呢，而且是爱护到基础啊！佛说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多年，啊，我们认为佛受了委屈，佛被人凌迟处死，佛不以为然，佛知道身是假的，是空的，那么佛对他是感激，为什么？割离王对佛是一次考验，你修忍辱仙吗？修忍辱吗？看看你能不能忍受。啊，他完全能忍受，不就通过毕业了？啊，所以佛是以感恩的心看这种事情啊，没有怨恨呐。啊，今天同学们一定也晓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对这个道理是认识相当清楚。啊，有一些人恶意回报，他还没来杀我了，只是恶意回报了，我感恩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来考试我，看我能不能忍了。我欢欢喜喜的男人，一点怨恨都没有。啊，证明我的境界提升了。啊，所以我感恩呐。甚至于恶意的陷害、障碍，无论用什么方法对我。释迦牟尼佛忍辱波罗蜜无学会了，啊，我每一天法喜充满了，我听到这些声音，我很快乐，感恩，写牌位也供养他，啊，给他立长生牌位也，你们看我的牌位里有，那个红的牌位都是的。那是什么人？找麻烦的人，啊，嫉妒障碍的人，回报的人，陷害的人，啊，我统统供红牌位，天天讲经给他们回向，希望他们长命百岁。啊，你们认为这是好像我受了冤枉，其实不是的，我受了很大的功德。啊，人不通过考试，怎么知道自己提升呢？考试的人越多越好，我提升得快呀。啊，凌迟处死，佛都能忍，这一点小的算什么？啊，如果有的计较，我们全功尽弃了。
你学的什么佛？不像啊！啊，骂你还会生气，啊，打你还会喊痛，这不是佛，这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佛那种法喜充满从哪来的？从这来的。没有忍辱波罗蜜，怎么会有欢喜心？啊，自性化他了，是一个缘分。啊，缘分要珍惜，缘分不要错过。啊，回谤障碍也是缘分，也不能错过。啊，错过这一堂考试就没参加，没参加后头还有。啊，每一堂考试都要参加。啊，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。啊，一定要通过。啊，我们的路跟他的路不一样啊。他的路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。我们的路离开了。我们走的是另外一个道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通道。所以一定正恩。啊，一定报恩。下面一段非常重要。是给我们说明什么叫做阿惟越智，阿惟越智也又作阿毗跋致。鸠摩罗什翻译的《阿弥陀经》就翻作阿毗跋致，翻成中国意思叫不退转。啊，阿翻作无，毗跋致这个上面讲的是这个越为智，翻作退转。啊，无退转就是不退转的意思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啊，完全翻成中国意思，无量觉，觉而不迷。是菩萨戒位之名。啊，菩萨有戒己，有地位，居弥陀要解，这是欧耶大师说的。啊，欧耶大师说，阿毗跋致，此云不退。不退也有三个。第一个，位不退。入圣流啊，不多反复。啊，这是第一种。啊，我们从菩萨最低的位置来说，华严经这大乘讲菩萨有51个位置，啊，是信，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等觉，51个位置，最低的是十信位，十信位的粗信，啊，从粗信到十信，这有10个位置，啊，粗信位，他断烦恼。跟小乘须陀洹相等，啊，都是断见烦恼，啊，见思烦恼，见烦恼断了。
见烦恼也很复杂，就是我们的看法。啊，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把这个无量的看法归纳为五大类。啊，这就好讲了。第一个是身见。啊，你看六道凡夫哪一个不是把身看作苦？佛说错了。啊，这是头一个大错。身不是我。为什么身不是我？佛告诉我们，我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的是我，这个身有生灭，不是我。一定要搞清楚啊！啊，身是什么呢？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啊，坏了，换一件。啊，六道轮回执着身是我错了，身怎么是你？来生又换个身，常常在换。啊，心好的，善心善行的，身体换得好，来生换的是人生，比这一生还好，啊，大富大贵呀，更好的到天上去了。换成天人身啊，这是行善积德了。那造作恶业呢？换成畜生身，换成鬼身，换成地狱身，越换越差了啊！这些所有的身都不是我，这个要记住啊，通通是我所有的啊，是暂时的，不是永久的，而且呢，刹那生灭，念念不住啊！啊，你真的要明白事实真相，不再执着身生活了。啊，头一关呢，要把这个打破，这个打破，才正位不退。啊，这是第一个身见，第二个边界。啊，边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立。啊，对立是错误的。对立的反面是统一。统一是正确的。啊，对立是错误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真的将来搞通搞明白了。整个宇宙一切万物跟自己是一体。就不会再有边界了。啊，一体嘛。我们今天所有一切错误，对，根本错误就是我们看错了，想错了。想错了叫思惑，看错了叫见惑。啊，整个六道众生统统看错了。你今天讲你看错了，没人相信。啊，你说这身不是我，人家是头脑有问题。身不是你，谁是你啊？这话是佛说的。啊，你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才真懂得了。佛说的话说的没错。啊，于是乎，只是哲学里头讲，有一些哲学家比一般人聪明，知道身不是我，那什么是我呢？灵魂是我。啊，六道投胎是灵魂去投胎，不是这个身去投胎啊。那灵魂是不是我呢？佛说不是的。啊，灵魂确实不生不灭，他没有寿命，他的时间很长。啊，佛为什么不承认他是我？
因为他迷惑，实在讲不能称为灵魂，灵魂是恭维他，不是真的，叫迷魂就对了。他迷惑颠倒，他不灵啊，他要灵，他为什么到三恶道投胎？那他要灵到人间，一定找富贵人家投胎，享福啊。为什么到贫贱人家投胎？那为什么到畜生道投胎？他不灵，迷惑颠倒。啊，所以孔子说的很适当。孔子称他做游魂。你看《易经》里面讲，啊，精气为无，游魂为变，这两句话了不起啊！啊，物质现象是什么？精气为无。啊，六道轮回怎么讲？游魂在变。啊，魂确实，因为他没有身体。啊，它就速度很快，像光像电一样，那立刻能周边发界，可以这么大的能量啊，因为它叫迷。如果它觉悟了，觉悟了就叫我真我啊，觉悟的觉悟到自信，把真性找到了。真性是什么？是万事万物的本体。我是这个真性生的，一切万物也是真性生的，原来是一，不是二。宗门大德有一句话说，若人识得性，大地无寸土啊，就先容这个事情。你要真的明心见性，把真性找到了，一切大地同时自性遍地，除自性之外没有一法可得，所以一切万法跟自己确确实实是同一个自性，同一个根，同一个源啊，所以人的念头是通的。这个什么美国修兰博士用意念治病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如果病人跟自己不是一体，距离三四千里路这么遥远，没有见过面，你怎么能把它治好？因为是一体，所以才能治好。啊，他治好治病的一些原理跟方法统统在佛经上。啊，他没有学过佛经。啊，这是夏威夷古老也是世世代代传下来治病的一种方法。用意念，不用医药。啊，真正原理就是山河大地一切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，一定要承认。啊，修兰博士到我这来，我们门口树很多，他抱着一棵树，啊，对这个树说我爱你。啊，这些动作表演给我们看的，我们要会看的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位不退，永远不会退到凡夫。刚刚证得位不退的人，没有离开六道，但是他是圣人。他不是凡夫
啊，为什么呢？虽然在六道，他在六道只有人间天上，人间寿命到了到天上去，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，而且只有七次，七次之后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那么从实性位来看就非常清楚。啊，你看初心位见惑断了，啊，那么从二心位就开始断四惑了，四惑难断。啊，四惑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，就断这个东西。啊，二性、三性、四性、五性、六性，到七性断掉了。七性断正，相当于小乘四果阿罗汉，见思烦恼断了。六道就不见了，说明说六道从哪来的？见思烦恼变现出来，见思烦恼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那么七性位见思烦恼断尽，还有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。第八性断习气，相当于小乘的辟支佛。啊，第九性断尘沙烦恼，第十性断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断尽了，十法界不见了，十法界也是假的，还是一场梦，那六道是梦中之梦，这个梦醒了还有一种。啊，必须把无明烦恼断了，真的醒过来了，啊，就脱离了阿赖耶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他用的心是自心，真心，不是心意识。心意识是妄心。啊，设法界里的人统统用妄心。啊，转八十成四智啊，用真心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多好。为什么用妄心？真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。啊，听到外面诽谤我们、陷害我们的话，我们就起心动念了，妄心。那真心，真心不起心、不动念，没事。啊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不但说了个话是假的，那人说话的人也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假的。啊，假的，你去想它干什么？所以决定不能有执着，不能有分别。啊，用真的，用真的生死，
用假的操心呢，不值得了。那么这是讲的行不退，这个位不退，入深流不堕凡地。第二种呢，行不退，恒度生，不度二乘地。恒是永远啊，真正知道众生跟自己的关系，他不会变成小乘，小乘人也度众生。不是完全不度，那是跟他有缘，没有缘的他不度，他喜欢你他度你，他不喜欢你不理你。大乘菩萨不一样啊，大乘菩萨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因为他晓得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不是二，决定分不开，所以无论见什么众生有缘无缘，他通通生受。大乘地缘自己是到无缘，众生有缘。为什么你虽然无缘想帮他，他不接受啊，那叫无缘。所以大乘无缘不是自己无缘，众生无缘，我帮他忙他不接受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小乘不是的，小乘地缘是自己，我喜欢度他，我不喜欢度他。小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有分别。大乘执着分别统统没有。差别就在此地。所以大乘菩萨不会变成小乘。心量一直都在扩大。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第三呢，念不退。这是最高的。心性流如萨婆若海。萨婆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一切智，一切种智。一切种智是如来果地上证得的。这才叫究竟圆满。那念佛法门，这三种不退，统统去做。念不退呀，是念念不离阿弥陀佛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还是念佛。念自信阿弥陀佛。念自己的阿弥陀佛，自信阿弥陀佛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一体，自他不二啊！念自信就是念自己，念自己就是念弥陀。这一些道理。的确很不容易搞清楚搞明白，搞清楚搞明白就得落实，真干了马上就用上了，生活上用上，工作上用上，待人接物通通用上，多自在，
多开心，多欢喜。啊，障碍，障碍在对方，不在自己。自己没有障碍了。啊，对方怎么会有业障呢？业障轻重的问题。业障轻能信，能接受；业障重的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。啊，那菩萨呢？不相信的，给他种善根，度他。这一生他不信了，来生就信了。啊，怎么种善根呢？我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他听见了。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，这个种子就种在他阿赖耶识里去了。来生后世遇到缘，他就相信，他听到阿弥陀佛，他就欢喜，啊，他就会相信，啊，他不会排斥。见到阿弥陀佛的像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，或者是听到无量寿经，见到无量寿经，这通通善根种下去了。啊，有些人有佛法的环境，他常常接近，啊，起初不相信，过两三年相信，也有过七八年相信，也有过十年二十年相信，以后通通能往生了。啊，这都叫有缘人。啊，大乘教里有一句话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这个无缘是不肯相信，不肯接受的。啊，熏习的时间久了，最后真相性统统是有缘人。啊，所以佛事门中不舍一人。要普度一切众生，一个都不舍。怎么可以拒绝呢？怎么可以排斥呢？这不可以的。啊，所以佛法要有智慧，要有方便。啊，智慧是体，方便是作用。啊，这个用要用到恰到好处。啊，不能过分，也不能不急，啊，恰到好处，这叫方便。这个下面啊，配这个大小乘法，若有此土，啊，那么就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来说。啊，佛门里面所说的，啊，天台讲的藏通别圆，讲四教，啊，藏教是小乘，通教前面通小，后面通大，别教是大乘，不通小乘，啊，圆教是圆满，藏通别通通没有障碍。啊，天台家所说的。啊，那么遇到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，释迦开悟，啊，示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三十岁。啊，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开悟之后，
就开始教学，啊，在落叶云度五比丘，就开始，啊，讲阿含经，叫阿含识，啊，讲了多久呢？12年。这12年都叫小学，啊，佛班小学，因为众生根基很差，啊，必须用这个方法来教他，啊，那么这12年小教就是藏教，这个藏就是经律论三藏，啊，小乘三藏。12年之后接触讲方等，啊，大乘经。8年，这就是通教，啊，这个8年所讲的前面通小乘，后面通大乘，好比是中学，前面小学这办中学，中学是准备做大学的预备班，啊，这就通教。8年之后讲般若，这是纯大乘，不通小乘，别教。啊，般若，最后8年，这个大乘呢，讲了22年，就是别教22年。啊，最后的8年，讲法华圆教。会三皈依，啊，这是究竟圆满，啊，那么这是四教大义祖师们他们分判的，啊，那么藏教是出国，通教呢是见地，别教呢是出处，啊，圆教呢是出心，这叫位不对。啊，藏同别圆里面呢名字不一样，藏教小乘出苦，通教见地出处，圆教出心，断烦恼都是相同的，都是断见烦恼。啊，那么通教称菩萨，别教称实会相，圆教称实性，这叫行不对。啊，也就是实性，我们讲以圆教做标准，实性圆满了。小学10年级了，前面是小学1年级，1年级就位不退，啊，10年级到毕业的时候就行不退，啊，啊，这通教菩萨，别教实性，原教实性，别教实会相，行不退，啊，不退堕小乘，别教初地，原教初住，念不退，啊，那么上面说的不退，不退有三，最上的念不退，此土行者，别教须等初欢喜地，原教须知初发心处，方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实能念念流如萨婆若海。萨婆若海呢，即一切种子海，即如来果海，双舌二辩，全归中道。十月念念流如萨婆若海，可见念不退之难证。
不但念不退难，位不退都不容易。啊，一生真正证得位不退了，你在佛法得到保证了，保证你不读三恶道了，保证你第七次天上人间七次完了，第七次就出六道轮回了，这得到保证了。啊，保证你一级向上升，不会退转。啊，这非常不容易。我们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。说真话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走这个道路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他老人家大概大我15岁的样子，这个人了不起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。啊，亲近大善之时，晚年我们碰在一起，我遇到他60多岁了，他70多，将近80。啊，告诉我，禅宗那个根性，就是学禅的根性没有了。啊，他一生所看到的、所接触到的学禅的，他也是学禅，他跟虚云老和尚学。有得定的，没有开悟的了。包括虚云老和尚也没开悟。啊，他得定，就晓得有多难。密宗，他也是密宗上师，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。啊，这60年来。中国人11人，学密宗成就的只有6个。他告诉我，以后有没有？以后没有了，只有净土能成就。啊，所以他自己为我们做表演。这个注解完成之后，啊，经过几次。校定补充，啊，现在的就完成这个定本。完成之后，他就念佛求往生。啊，一天14万声佛，念了半年，他走了。啊，他学教、学禅、学密。最后走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全都放下了，给我们做示范，让我们在这地方升起信心。啊，从今而后啊，除这一门之外，你学一点佛学知识，断烦恼。成佛道这条路走不通了，自己不是这根性，外面环境诱惑力量太大了，啊，不能叫你得清净心。这都是事实，
内外都有障碍，你怎么能成就？他这些话给我的，我深深有体会。所以我在85岁这一年，把《华严经》放下了。那一部经讲了4000多个小时，没讲完。我回过头来专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而且呢，专讲念老的这个脊柱。脊柱内容太丰富了，他替我们找到193种的参考资料，都是稀有难逢。这里面83种经论，10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从这个里面去借取文具解释无量寿经。这个注解不是他做的，脊柱。自己谦虚啊，集经论古著来注解，可以取信于大众，取信于后世，流传后世。那么释迦佛末法还有9000年，9000年的众生就靠这一部经，靠这一部注解得度。这讲真话了，不是讲假话。我们乘船这个法门，接受这个法门，依教奉行。我们要给大众做出好榜样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在世上，我们希望中国大臣、8个宗派，还有唐朝中叶之后2个小乘宗派没有了。我们也希望小乘这2个宗派再恢复。佛教10个宗派都有人来乘船。但是要了生死，要出三界，要成佛，最后要归结到净土。像姜维农居士，教宗般若，行在弥陀，他就给我们做榜样了。他一生在家专门研究金刚经，但是他自己念佛求生净土，叫行在弥陀。周芷安居士一生研究心经，用了40多年时间写了一部心经全著，权威的注解，也是念佛求往生。所以教可以学其他的，一定要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决定不错了。这是我们深切的希望。那么现在的难处难在哪里？没老师啊。我想学华严，我想学法华，没人教了。法华我讲了一遍大意，
发挥你大意，我记得我讲了60次，每一次好像是1.5个小时，就90个小时。啊，《华严经》讲了4000多个小时，实际上只讲到1/5。如果全部讲完，要20000个小时。太大了。啊，今天我们讲这个经，我们定的标准时间是1200个小时。啊，一年讲一部。啊，一天4个小时，要讲满300天。啊，专修净土，专念弥陀，其他的统统放下。啊，年岁也到了。啊，可是我希望有年轻人。啊，能够把其他的各个宗派都带起来，学术也好，啊，教宗华严行在弥陀，教宗法华行在弥陀，啊，无论哪个宗派，最后都念佛求往生，这就对了，一点都不错了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最后念佛往生，到极乐世界，无论是同居土、方便土，通通都是阿惟越智菩萨。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，平等到什么程度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哎。你就知道极乐世界是真平等，不是假的。啊，3种不退统统证得了。不是只证得一种啊。啊，所以古大德常说圆证3不退。圆满的证得3不退。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。只有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这一生是有限的，我是特别感恩的。我学佛62年，30年之后才相信净土，不容易啊！学佛前面30年，对这个不回报，但是没有发愿修成净土。啊，对于大乘教非常向往，精神都用在这上面。啊，以后看到文殊普贤，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敬仰、最佩服的。啊，看到他们在华严会上幕后这一品，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。这才认真去反省，认真去思考，啊，真正接受净土了，在净土经论上真的用心了，啊，以前只是看过。
换一句话说，沉浸心不够，所以看了之后啊，没有什么心得。啊，30年之后，对净土升起沉浸的心，这才把意思看出来，越看越妙啊！啊，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们这一遍是第13遍。啊，前面曾经讲过10遍。啊，最近这3年。遍遍不一样啊！啊，越讲越欢喜，越讲越明白。啊，才真正体会到古人的两句话：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；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两句妙不可言的，这两句话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的。啊，不是证到究竟果位，他讲不出来呀，妙极了。啊，真实不虚。啊，用佛门的术语，这两句是真言，真言当中的真言，没有比这更真。你能够抓住这个，无论研究哪一部经论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而且都能够做到明心见性。啊，不是现在人不如古人。是现在人沉浸心比不上古人。啊，现在有沉浸心，我们相信比古人所证来得容易，来得快速。啊，为什么？有科学哲学帮忙。啊，古时候没有量子力学的帮助你，量子力学是最近30年。啊，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。几十年在经文里头有些地方有疑惑。啊，古著里头有，看不懂。啊，拿到这些报科学报告一对照，哎，立刻就明白了，这一问题化解了。啊，那么在弘扬方法上也是古人不能比的。现在有卫星电视，有网际网络，一个地方讲，全世界人都能收看到，古时候没有啊，只有到现场啊，现场能容纳多少人，很有限的。那现在讲完之后，还可以把它保留起来，录像、录音，啊，真正有能方法教人。听1000遍，在从前听1000遍不可能的，谁跟你讲啊？啊，听法师讲经就一遍，不会再重复了。啊，现在听几十遍是很平常的事情。啊，听1000遍，其意就自己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刘素云居士做了个榜样。
他用10年的时间专听无量寿经，我早年讲的，不是细讲，没这么长的时间，啊，大概就是1-2个小时，啊，讲完的，啊，他一天听1个小时，但是1个小时听10遍，就是听10个小时，10个小时是1个小时内容，反复听10遍，从头听完之后再从头听，10年不间断了。他有没有开悟？肯定有啊！啊，何以见得？他没有学过的经论，叫他去讲，讲得头头是道。他没有障碍，那这就是开悟啊！没学过啊，啊，他一看就行啊，他就能讲啊。啊，给我们做榜样，做例子。就今天要把佛教兴旺起来，记住，没有老师了，自己就用这个方法深入。啊，我讲过的可以帮助大家，你就多听。啊，真正到自己得三昧，开悟了，再去广学多闻，没有到这个程度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会把你自己搞乱了，你一生开不了悟。啊，中国东西经，经到最后自然就破了。啊，所以它是无限的，这就是智慧。啊，西方人是有限的，像金字塔一样。啊，他开学开头不学多闻，最后到一个顶尖，顶尖再上不去了。啊，那现在到顶尖再没办法上去了。佛法不是如此，佛法像种树，根就一棵，慢慢扩大，啊，越长越大。啊，那就是颠金字塔颠倒，佛法是先从尖端，最后广大，没有边际。啊，这个东西要懂，不懂啊，你想西方好，西方是好，但是跟中国比，中国更近，更好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